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演员亚洲先生傅俊杰。香港如是广播有限公司将会投资一部有关《鹿鼎记》系列的电影。如果大家都想在电影里面见到我有份演出的话，可以去到以下网址投我的神圣一票的。他们会依据公众的投票结果来到拟定角色的人选，所以你们的一票是相当重要的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傅俊杰，多谢。